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国务院副总理、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、财政部长姆努钦近期就中美经贸问题举行多轮电话磋商，双方商定，莱特希泽、姆努钦将于3月28日到29日应邀访华，在北京举行第八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。刘鹤副总理将于4月初应邀访美，在华盛顿举行第9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。谢谢。